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素描几何体结构。今天画什么内容呢？就是上节课一样，就画一个组合。什么样的组合呢？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一个形状啊。好，这个物体是一个棱锥体啊，棱锥体，还有一个观察，这是什么体啊？肯定是一个长方体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长方体来的，有呢一个穿插啊，一个穿插体，就比较特殊的一个形状。好，下一个物体，我们画过这个啊。看一下这个物体啊，十二面体，我们的上节课也讲过这个物体是怎么一个构造，还有怎么去绘画。等一下画的时候就是画这两个物体。好，看一下这特征啊，看到一个两个组合体，这个可能就稍微复杂一点点。等一下我们课程也讲到，就是怎么去构图、绘画、定点啊、画线、排线。好，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作画，然后呢也是一样啊，笔要准备好中烫，然后笔要削尖。比较尖一点，然后呢也是一样，然后定好点，然后我们上节课画的内容也是一样，所以说定好最高点，还有一个最低点，定好一个范围，等一下画的时候你就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去作画。先从上面开始画，先从左画到右，先从左上面画到右边。好，这个物体是有一个棱锥和棱柱体形成一个穿插体，所以画的时候先画一个棱锥体。好，先画棱锥体先，然后呢棱锥体是一个对称的物体，所以先画中轴线先。好，定好这个点是比这个物体会高一点点，然后呢怎么画呢？你就画对称啊，平行的对称，斜的，这样定好这些点，倾斜的定好这个点要一样大，定好这个点一样大，你看移过去这样，手也可以这样理定一下点，这样定个点。好，有呢拉直线，点对点也是侧锋。好，用侧锋。好，我们确定一下这个棱锥体的一个侧面还有正面一个位置在哪里啊？这个位置是吧偏比较正，靠近右边这个位置比较侧，所以画的时候我们就确定这个条线一个位置，然后这个点啊也是点对点。好，也是这样倾斜下来。好，这个点啊差不多在这个位置，这个点，然后呢怎么画呢？也是一样，你确定好，你看这根线你要量一下倾斜度，先用笔再量一下，你知道这个点，量好这个点，你知道在哪个位置了，然后定好这个点，有一样也是一样，直线接起来。这个面啊肯定很倾斜的，很侧，所以这个面的倾斜度很高的，定好这个点啊，然后呢这样很倾斜，这样也是点和点连直线。好，把它画的时候啊，后面是一个方形，把这个透视画出来。沿这个中心点啊去画出来。好，然后呢把后面的透视线也画出来，点也是对点，一定要浅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棱锥体已经画完，等一下画了一个棱柱体啊，就是其实是一个长方体来的啊。这个物体呢你看观察这个物体是不是倾斜的，你看看这个点，等一下画的时候定好一个点是吧，在画的时候用倾斜线轻轻把这个线把透视画上去。好，一样定好点先，然后一样用侧锋，越浅越好啊，画的时候。好，画的时候啊再定好这个框度啊，这个长方体一个框度，你定好这个点。画的时候怎么画呢？因为它这里是有个近大远小，所以这个线会更倾斜，才显得这个面会大一点，这个面会窄一点。好，这个线啊会更倾斜一点。
这个面也是定好，这里会也是比较倾斜的画的时候。定好，比如说哈，这个点你看，中心这个方形这个角，啊，这个点你看靠近这个透视线啊边上，你看定个点给它，就知道它的长短。你观察这是不是很短？你看这根线比较短的，然后这根线啊，就要知道倾斜度，你看倾斜度多少，你要量一下。然后呢，也是用切直线把这个线连上去。好，把这个线啊更倾斜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线长，这个线会。短一点，因为这里也是有近大远小，这个线会更倾斜一点。好，这个线再接上去。这个线的倾斜度啊，往里面斜，把后面的透视也画出来。把这些透视点连上去，慢慢连上去。好，下一步把它一个内行线，你看，内行轻轻这样定一下这个，啊，这个线你看倾斜度到这个角啊，然后呢，这点对点直线也一样，轻轻定一下先这样。这也是角对角，角对这个角。再倾斜一点点。这个角也是这样，角对角。好，我们把这个。棱锥和棱柱一个穿插体已经画好啊，把基本轮廓和内形啊都已经定好，但是还没压黑，先把旁边这个12面体给画出来啊。一样，你要先找准这个角先，这些角你看角度，你看这些角度找好找准先，这些角度啊，你等一下画了出来就知道它一个角度往哪边倾斜，哪边一个比例大小怎么去啊切换角度。定好这些点哈，要连的时候这样，这里有两个面，慢慢切一个，这里接在这里来。这根线比较短啊，这个。这个线有点倾斜，向上倾斜，你还用笔要量一下啊。其实这个物体，我们的前几节课也画过单个物体啊，正12面体。我们画的方法，你可以如果不懂，你可以观看那个视频啊，单个物体啊，12面体，怎么去抓形啊，定点。好，然后呢，把它比例加倾斜度加多少，往哪个位置？这个角度肯定不行，所以要修一下给它，还要不断修改的画的时候，你不可能说一次性能画得很准确。啊，这里多宽？你看量好，比如说这里肯定正面的是最大的，是吧？然后这些面，你看哪个是到第二大，啊，第三大，哪个最侧？所以你用手去量一下这个比例，啊，这个线卡再长一点点啊，这个角，所以呢要修一下。好，我们画的时候啊，12面体也是把一个基本轮廓和内形已经画出来，但是还没确定它的一个暗部。好，我们也把它光线确定在右顶光，是吧？从右边射下来，它光线肯定这样射下来的话，右边的线都比较浅的，
左边的线都比较重的啊，等下画的时候也像中锋去把线给描黑先，靠左边的线都重复在压重它。从左边开始画啊，要想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，从左画到右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画右边的话，可能手感觉一下会碰脏这个画面。把线压重，中锋啊，画尖一点，透视线再重一点点就行了。把透视线也画出来，画重一点点，别太浅了啊，看不清楚。中间的转折线啊，特别黑，要重复画很多遍的。哦，交叉线画一下，等一下，中心点对中心点。把笔竖尖呐，竖尖，还要顺一点。把一些中轴线啊也画黑一点。画的时候啊，再强调一下。左边的线呢，是背光，所以线是特别黑，比较好是特别黑的。然后呢，中间可能是有点灰色，左边的线呢比较亮。好，基本的一个线啊，该重的地方我们也画黑了，但是一个投影啊，还有物体的投影还没画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啊，把旁边这个12面体给画黑，左边因为左边是暗部啊，一样是黑色，所以也一样啊，把线给描黑，画黑。所以这个握笔的时候啊，要靠这边了，要顺手就可以了。
重复画黑。啊，这个线有点倾斜的，把这个角对准。好，点对点。要对准啊，所以这个线可能画粗一点，要擦一下给它，保持清晰一点。我画的时候啊，先把它一个左边的线啊，进一步再压黑，因为这里是背光啊，不受光的。有的画的时候，把它一个透视给画起来呀。你要定好这些点，你看怎么判断这些点？你要定好这些点，你看定好这些点，等下直接就连它的一个直线就行了。定好这个点，你看哪里到哪个位置。好，这个角对着这个角，啊，点对点。好，我们开始画了它投影，也是从左边开始，从这个角慢慢延伸，慢慢整个的角，慢慢啊，对准这个角，慢慢啊，这个角慢慢开始是比较黑的，到下面也会变浅一点，也是中锋啊，中锋投影形状这样也，啊，把轮廓也画出来，下一步就排明暗了。把投影全部轮廓给画出来，还用中锋画黑。好，这个正十二面体的一个投影啊，映射在棱锥和棱柱穿插体上。好，定好一些轮廓线啊，下一步就排线，也是一样啊，用侧锋。好，从左。啊，开始左，从左边的物体开始慢慢排线，也是哈、啊，工整一点啊，密一点，不够密，重复再排一遍。注意它的轻重啊，它每个面的颜色是不一样，比如投影会更重一点。好，慢慢就变浅。这个面你可以啊，斜着排，这样慢慢平行一个轮廓线啊，一定要直着排，然后你可以交叉着排一遍，这样侧着这样交叉排一遍啊。把它一个左，把它左边的面，因为它是暗部，把它给也排黑，整体是暗部这个面。不够密集，就重复排1到2遍。好，再排一遍给它。好，把它投影给画了，投影偏物体的边缘的地方都比较黑的，慢慢就变淡。
好，越来越浅，所以用力度要轻一点，不够密是吧？再排一遍。好，有那么交叉再画一遍啊，再密一点点。这里会黑一点点。画的时候啊，把旁边这个物体的投影也画了。这个物体就是一个十二面体的一个投影啊，刚好就射在一个零锥体的身上。好，沿着一个它结构啊线这样测的。就平行一个，怎么去判断？你就平行一个轮廓线去排线就行了。那它轮廓是侧着你呀，排线也叫侧着排。好，把它投影也一起画了啊，慢慢过渡上去，密一点。好，把排线的时候啊，排密一点，这里是变浅了，越来越淡，所以用力度的时候轻一点点，慢慢变淡，但是也要密一点，工整一点。把投影画完了，下一步就把这三个面暗部给画上去，一样啊，也是这样，慢慢切直线，把这里从这个内形线去过渡，慢慢变淡。那线又好拉长一点，又侧缝一根一根。你拍的时候是不是拍这个？拍这里块。好，画的时候啊，也要把这个面画的时候比这个面要重一点点，因为这里完全是背面来的。慢慢往这里啊，慢慢消失，重一点，往里面有点反光的，越画越浅。然后呢，把这个面也是一样，慢慢排密一点，要交叉的排一点线，给它细的。好，我们画以后画组合体的时候，也是要注意，就是要定好最高和最低点，然后再是从单个物体开始画，一般从左画到右。把左边这个物体全部定好，然后再定好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靠近多少，哪个点对准哪个点，然后呢用直线也是切好这个基本轮廓，再慢慢去把内形给修准。下一步就把了一个慢慢压重，比如说确定光线从哪边过来，就压重线，然后就确定它的一个阴影，还有一个投影轮廓，再去排线。排线的时候讲究侧锋还有中锋啊这些细节。因为我们上几节课都是经常强调怎么去过渡啊、排线啊，所以这个是要回去要多练啊，排线要理解透视后，其实比较简单的。好，我们这个系列课程已经学完了，因为我们这个系列课程学的是一个几何体入门课程，是一个结构性素描，因为没有细节、没有背景，还有一些线的要求啊，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完整。下个系列课程我就讲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调子素描，比如阴影。灰部、亮部，一个层次变化很丰富的，画到背景，画到一些细节上的东西，要讲究到一些排线会更细一点，还有拉线的压线的时候一些细节，
下个系列课程我们就会会讲的会更详细一点，然后希望大家会一直观看这个，一直写下去。好，谢谢大家。